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到 Eric 的日常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。身为一个统一师的忠实粉丝呢，一定要来买件统一师的衣服啊。那我们就来准备开箱吧 ，Let's go。首先，第一位要登场的是，统一师的 T 恤，让你看一下。大概像这样，它的图案就是一个30周年的 logo， 大致的主体就是有一个30届的 logo 在这边。是移到右下角，这边有一个刺绣的一个标志，左边的袖子这边呢，也有一个统一师的 logo 在这边，大致上应该就是这样子。OK， 我就试穿给你们看吧。穿起来大概就像这样子。刚刚好 ，OK， 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第二位要登场的是，应援汽笛。这边有一个统一师的贴纸符号，那个橘色一定是要的啊，我试吹给大家看看吧。还是像这样，在音乐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吹这个才有气氛啊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了。喜欢今天也怕今天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See you。